这里是总统蒋中正的私人行馆，过去是蒋总统与宋美龄夫人的生活起居地之一。蒋总统曾经在这个地方接待了不少的外宾以及台湾的政要人士，也曾经通通都在这个地方来避暑。然而蒋总统在1972年心脏病发之后就不再入住了，因此这栋建筑也号称是蒋公最后一个行馆。这里周围环绕沙帽山、大屯山、七星山，登上二楼的阳台可以远眺至观音淡海以及林口台地，走过花园以及庭院，一睹时代下的伟人生活起居空间，在志工导览下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，一同见证了活生生的历史。